在干嘛呢？来看一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。嗯，噔噔，嘿，没有想到吧？还有惊喜哦！还有惊喜哦！噔噔噔噔，轻松。手机看了这么久，是应该休息一下了。现在你最需要的就是放轻松，可以多看一看绿色的植物，或者是眺望一下远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两天帮朋友养边牧，他可太聪明了，还知道监督。呀，你看看，是不是超级厉害？为了出去玩，还会劝你多休息。好好好，我带你出去玩。如果累了，你也一定要记得劳逸结合哦。搞定，这次花送给你，希望你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。手机看久了，也要记得抬头看一看其他美好的事物。休息一下吧。嘿，现在挺晚了，睡前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，关掉电视，再关掉一整天所有的坏心情，开启美梦模式。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如果说你有以上表现里的任何一项，请注意，你身体里的睡眠响闹钟已经开始响了，别吵了，跟我一样，早点休息吧。很晚了，你还是睡不着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讲一个睡前小故事，你就去睡觉好不好？重要的东西，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就像花一样。如果你喜欢一朵长在某颗星星上的花，那夜里看天空就会很温馨。所有的星星就好像开着的花，比如你下午四点来，那么从三点起，我就开始感到幸福。时间越临近，我就越感到幸福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。